梦想生来即有，从涓滴到澎湃，从微末到扬指，在追逐梦想的路上，乐凯从未止步。从谷底至巅峰，从有形至无界，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，打造国际一流新材料系统服务商，引领新材料产业发展，服务新时代美好生活。中国梦，乐凯路。光影无声，光绚丽，影灵动，穿透时空，跨越山海，走进新时代，专注新材料。敢为人先的乐凯挥手告别感光材料，再次实现华丽转身。为时为新的乐凯，依靠成膜、涂层、威力三大核心技术，再度引领行业风潮。通过改制上市、混合所有制改革、分红权激励等新举措，释放发展新活力，积蓄创造新动能。坚毅图强的乐凯，客户至上，追求极致，全力打造以保定、南阳、合肥为核心的三大产业集群。生产基地遍及全国11省市、14个地区，国内营销网络分布在全国近30个中心城市，主导产品出口到欧美、亚非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光影无疆，光迅捷，影执着，时光万变，初心如一。乐凯从诞生的那一刻起，便肩负使命，矢志向前。乐凯创造了中国工艺史上的100多项第一，点点星火终成燎原之势，创新之路无限可能，系统服务再领风骚。新乐凯立足于新材料系统服务商战略定位，已经形成印刷影像、高性能薄膜、图像信息材料领域卓越核心竞争能力，以非凡气度展现创造新风范。印刷影像材料品质铸就品牌，中华印刷之光持续闪耀。从印刷胶片到免处理 CTP 板、柔性树脂板，再到高阻隔膜、数字喷墨标签印刷机，乐凯立足绿色全产业链，以引领行业最前沿的恢宏气魄，为数字印刷系统服务持续赋能。绿色中国梦，乐凯一路前行。高性能膜材料，科技创新产业，从无到有，从有到精，才是真正的新生。从彩色胶卷到 TAC、PET 光学薄膜，再到太阳能电池背板、锂电隔膜，乐凯以舍我其谁的勇敢担当，用光学薄膜带动我国光电显示产业深刻变革，用新能源薄膜再造碧水蓝天和清新空气。美丽中国梦，乐凯一路前行。图像信息材料，
匠心传承经典，精彩源于革新和陪伴。从电影胶片到数码相纸，高铁热敏磁票，再到数字医疗胶片、数字医疗系统，乐凯以敢于自我革命的湖北勇气，引领影像行业的一次次变革，持续专注您的健康、美丽和生活便捷，幸福中国梦，乐凯一路前行。光影湖北，光聚焦，影凝心，俯瞰九州，洞悉趋势，乘船起河，巨匠造物。真正的勋章属于勇于探索的乐凯贡献者，人才创造乐凯，乐凯造就人才。乐凯以贡献者为荣，以贡献者为本，以贡献决定价值，凝聚国际行业高端人才，汲取全球创新智慧，坚持科技进步与市场开拓并举。战略型管理人才、创新型技术人才、工匠型技能人才起飞，全力打造国际一流的新材料系统服务商。世界在改变，乐凯也正改变着世界。乐凯拥有完善高效的技术创新体系，拥有院士专家工作站一个，国家企业技术中心三个，博士后工作站五个，拥有一支以院士、博士、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领衔的高级研发人才队伍。他们志存高远，锐意创新，追求卓越，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、国家发明奖、国家专利金奖等国家级科技奖励25项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230多项，专利产业化转化率高达80%以上。乐凯是全国感光材料、全国数码影像与数字印刷材料、全国光学功能薄膜材料、全国磁记录材料四个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单位，累计制定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270多项。乐凯以毫无争辩的实力主导印刷影像材料、高性能膜材料、图像信息材料的产业方向，并通过整体设计、系统集成、综合服务的方式，为客户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和一站式全方位的服务，持续为客户创造价值。光影无悔，光坚定，影智慧，人间万象风光无限，世界变幻风云际会。乐凯是民族的，更是世界的。乐凯全面践行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发展理念，坚持以国为重、以人为本、以智取信、以心图强的核心价值观，坚持以人才一流、管理一流、技术一流、产品一流、服务一流、业绩一流的标准，全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际一流企业集团，为世界新材料产业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、乐凯力量。乐凯初心不改，始终致力于推动新材料产业进步，引领行业发展。乐凯本心永固，持续专注于满足新时代人类需要，服务美好生活。乐凯一直都在，从未离开。乐凯心向光明，开创未来。新时代，
新乐凯，新材料，新辉煌，中国梦，乐凯路。